一只宣德炉，堡主为什么给它加了热？宣德炉温度热值灿烂三遍，最后我给它加热了。您用开水直接倒进去了。怎样一幅作品让专家批得体无完肤？就是一张行活，这个稿子没毛病，其他的都有毛病。宝主夸宝夺宝人论宝，辨真实假，价值几何？精彩就在一锤定音。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期的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欢迎。首先介绍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金运昌金老师，欢迎杨静荣杨老师，欢迎三位。今天坐镇我们现场的呢是高级工艺美术师李英李大师，欢迎您。李英，高级工艺美术师，1980年开始从事菊花石雕刻创作，多次荣获各级工艺美术展大奖。其参与制作的湖南省人民政府赠澳门回归的菊花石雕礼品龙球，荣获第六届中国工艺品百花杯金奖。作品《城市女人花》在宁世博纪念品全球华人设计大奖赛中荣获优秀作品奖。作品《谢游东篱》在上海世博会中华艺翠评奖活动中荣获最佳材料应用奖。那么今天他带到一锤定音现场的又是怎样一件作品呢？这件作品呢是雕了一幅菊花，雕的这个层次，它这个花的叶子啊有很多的层，里面也有几层，雕工非常的细致，所以能够采把这些花叶啊雕的层次非常的丰富。对、嗯、好，我们几位夺宝人其实刚才在李大师叙述的时候呢就一直是在看着，而且是喜笑颜开，特别是三号，所以那我们先从三号开始吧，做个自我介绍。学习第一，夺宝第二，交友第三。好，认识了三号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二号夺宝人。我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我的夺宝宣言是得之泰然，失之淡然，一切顺其自然。好，三个然代表了今天比赛的这样一个心态。再来认识一下一号。我的夺宝宣言是在竞争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在成长中把大奖带回家。这句最关键了，在成长中把大奖带回家。好，再来认识一下四号夺宝人。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我是四号夺宝人。认识一下五号夺宝人。我的夺宝宣言是高山景行，仰贤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认识一下六号夺宝人。我的夺宝宣言是不忘初心，主上未来，学习永远在路上。确实，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们本场比赛积分的这样的一个钱币又是什么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宋天喜通宝为北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至1021年铸造，小平钱光背，有大小字不同的版别，普通钱铸造量大，存世极多，另有直二铁钱较少见。宋天喜通宝是常见品种，目前市场价格为10至20元。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和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一样坐在我们的现场来参与答题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可以参与答题，答题正确了就有可能有机会到我们的现场做我们的夺宝人，也期待您的参与。好，来看今天的第一组宝物，看一下。本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一只清代天青釉六棱瓶，器形规整，线条方直，光素无纹，周身是天青釉，釉光内敛，底部虽有一小裂口，但不影响整体品相，另刻有一汉字六。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一对清代龙泉窑双耳瓶，器形大气，胎体厚重，颈部两侧各有一兽耳衔环，釉色淡青，釉层厚润，开片精细。那么
两件同为清代的藏品，一只天青釉六棱瓶，一对龙泉窑双耳瓶，哪一件宝主的描述和事实相符呢？我们有请两位宝主登场，有请宋世强先生、刘云英女士，欢迎两位。好，欢迎两位。主持人好。你好，你好，刘云英刘大姐您好。我们先从女士开始吧。刘云英女士，刘女士啊，这件双耳瓶是您家传的吗？是我婆婆舅舅家里的那个花瓶，那个我婆婆舅舅他那个是我们福州是名人，他早年在我们福州大学毕业了以后哈，公派到那个英国剑桥那个什么留学哦，他这对花瓶哈，也就是他英国回来的时候哈。回来的时候买的，我婆婆她结婚了五六年以后哈，也没生孩子，那就是从这一对花瓶买了以后哈，她生了三儿三女，这一对花瓶还是个吉祥物，她名字就是叫做双耳瓶嘛，双耳瓶。所以生的都得是一对一对的，一对一对。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宋先生您的这对六棱瓶的故事。三十多年前，因为我父亲是老中医，给一个老人家治病，然后老人家没钱。治好了作为酬劳送给我父亲的。哦，您看这两个相比，一个宝主是寡言少语，一个宝主是侃侃而谈，这两件当中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都是号称于清代的。我们请六位夺宝人来说说你们的见解。被这个兰台的这个持宝人这个故事所感动了啊，然后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东西不是很舒服，尤其是他那两个小环啊，在我印象里这种瓷器上面的环，包括玉器上面的，应该多数都是活的，刚才我上去我一看它是一体的，不能动的。恰恰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不能动，说明它不是造假，一旦造假的话，我觉得很多东西造的就相当的精美。这个红色台子上这件器皿呢，从器型上来看感觉还是比较雅，但是从色釉上来讲，个人觉得略显单薄，所以我更加喜欢这个蓝色台子上。首先从故事上来讲，传承有序，而且是这个宝物回流。然后呢，就是这个从釉上来讲，我也觉得包浆啊，这个开片呀，更加有质感。来，我们请六位夺宝人做出选择，到底这两组宝物当中哪件是描述符合事实？请作答。好，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看一下，2-4，一号和五号把票投给了双耳瓶，其余四位夺宝人都把票投给了宋先生的六棱瓶，到底会是两位夺宝人先得一分，还是四位夺宝人能够拿下这宝贵的第一分呢？我代表本栏目的专家杨金荣杨老师要告诉大家，这第一组宝物当中描述符合事实的是，描述符合事实的是来自于清代的从活婆婆的舅公手里得到的这对清代龙泉窑双耳瓶一对，恭喜一号五号各自加上一枚送天喜通宝，首先夺得一分。谢谢谢谢谢谢。但是我们刚才几位夺宝人都说的这些原因，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来，杨金荣杨老师。刚才展示那个小片的时候啊，你看人专门说了，他那个底足上面刻了一个六字儿。看见没有，非常不显眼的地方啊。对对，而且那个还介绍的时候还专门讲了，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是典型的50年代景德镇那时候刚恢复生产的时候跟那儿搞科学研究做的实验品，这做实验品的时候啊，它一般我们都刻上这个符号，就是第一号实验品，第二号实验品，你看我今天拿了一个，这是原来我在那个邯郸的时候啊，73年烧的一件东西，这里边有配方，那配方底下写着73年6，
画一杠，这就表示73年第六号配方，然后还有731，就是等于是73年第一号配方，这都是研究所搞实验时候随意刻上的。你像那点东西吧，也是刻的挺随意的，就在那儿做，这是第一号实验品，第二号实验品。因为这个天蓝釉啊，原来是官窑里边一个很名贵的品种，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应当是仿这个汝窑，后来到清代的时候啊，康熙就是作为一个特别稀少名贵的品种。1949年以后啊，咱们后来恢复生产，恢复生产呢，就是要把这个原来景德镇历史上有的品种呢，都尽量给它恢复出来。这个应当就是典型的，在搞实验的时候做的实验品。你看刚才五号讲的很到位，他说这个这右面比较稀薄，就说这个还实验的不是太成功。而如果要是实验呢比较成功了，就比这釉儿稍微厚重一点，就没这么稀薄了。这个应当查一下，你拿着这瓶子到这个景德镇问一下，要是如果能查着说是哪年哪年搞的实验品，你这个收藏品算567的一个品种。我们567的品种有的那个价格跟那个官窑差不多，相当贵。所以这件如果确定是567瓷，要是567的话，这件东西在景德镇也有一定的价位，而且价位呢将来慢慢还会往上升。好，这个非常宝贵的信息，宋先生您得到了，可以到景德镇去找找这方面的专家，再确认一下，确定是不是567瓷器当中的一件。如果是的话，确实像我们杨老师说的一样，价格也是不菲的。终于有点笑容了，宋先生。好，那我们今天的场上呢，先谢谢您了，谢谢。好，谢谢。好，刘大姐，确实您的这件呢，就像描述的一样，清代的龙泉窑双耳瓶一对。那我们还是请六位夺宝人给出您一些价格的意见吧。好，来，请问一下一号。8万吧。8万。对。这个8万的价格给出有什么样的理由吗？理由的话，如果它要是单只的话，我感觉，我给2万块钱。所以一对儿的话，我们这个一对是很难得的。对，他本来一个就想给2万，一对儿他就给您8万了，觉得还是少了哈。来请教一下3号。刚才1号呢是给了8万，我觉得有点太少。我觉得一只可以值个8万，所以2只加在一起应该在15万左右吧。具体我们6位夺宝人到底给这对儿双耳瓶会有什么样的预估价格呢？请作答。好，我们来看看6位夺宝人给这对清代龙泉窑的双耳瓶的预估价格是多少？看一下，3号给出了32,200元，2号和5号都给出了180,000元。那么这件清代龙泉窑的双耳瓶，根据本栏目合作两家拍卖公司一家古玩城给出的市场价格是。刘大姐，我们看一下，30,000元。所以呢，我们要恭喜3号2元之差，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加上一枚送天喜通宝，恭喜！价格非常的准确。我们请教杨静杨老师，我觉得这个价格好像也远远低于刘大姐的心理预估了哈。来，为什么这价格这么低？这个龙泉窑啊，价格分第一时代。第二也分这个窑口，因为这龙泉窑啊，实际上我们现在调查就是分布在各地，大概有300多处，所以后来统称的就叫好多都就叫龙泉窑系，它这个本身是属于龙泉窑系的，另外就是如果从时代上讲啊，南宋的价格最高。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这龙泉窑逐渐就衰败了。这一对瓶儿，你看，刚才咱们不是那个夺宝人也讲了吗？说他那环儿啊，是死的，贴在上面的。原来早期的那环儿有活的，
东西没问题，是属于典型的清淡龙泉窑系啊，双黄耳瓶，然后这个呢又能给你家里边带来好运，我觉得还是跟家里边继续往下传，对，这个比较有好处，继续收藏，是这个能给家里边带来一定的福源，不必急于出手，好吧，谢谢咱们这个保种啊，好，谢谢刘大姐，谢谢您，谢谢。龙泉窑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龙泉窑主要烧制青瓷，釉色之美令人叹绝。对于民间古瓷爱好者来说，选择投资龙泉窑瓷器是明智的。那么投资龙泉窑瓷器又该注意哪些事情呢？首先，投资什么时期的龙泉瓷很重要。龙泉窑瓷始于三国两晋，盛于南宋和元，衰于明，终于清代康熙年间，自然鼎盛时期的龙泉瓷更有收藏投资的价值。再有就是要注意龙泉瓷的窑口，龙泉窑窑址在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有40多处，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地的窑址最多，青瓷的质量也最精。后除浙江境内外，江西、福建两省也有多处窑址仿烧龙泉青瓷，达到了300多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龙泉瓷的出生地对其收藏价值有很大影响。龙泉瓷的产量多，品种多，目前传世的也相应较多，高中低档的藏品都有。又因南宋时龙泉窑瓷器就大量出口外销，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均有一定的存世量，所以无论在国内选购还是到国外淘宝，对龙泉窑瓷器都要注意实行精品政策，不贪买多，但求买好，以获得以精取胜的投资效果。好，那么针对这样的这组宝物呢，首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有可能是五六七的瓷器，对于五六七瓷器大家有什么样的理解呢？来请听第一道抢答题。近几年来五六七瓷器的收藏热度和市场价格都在逐步的攀升，那么关于五六七瓷器的正确解读是什么呢？ A 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国营瓷厂生产的瓷器的简称，B 是从1956年7月到1979年2月期间生产的瓷器的简称 ，C 是上世纪轻工业部下辖的红星、光明和东风这三个国营大型瓷厂生产的瓷器的简称。抢答开始。好，二号抢答到了，您的回答是 A， 您的答案确实是正确答案吗？看一下。恭喜给二号加上一枚宋天喜通宝。那么同样还是这样的一个六棱瓶，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道抢答题。六棱瓶从器型上来说呢是属于方器，景德镇称之为香器。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下，方器和圆器哪种瓷瓶在市场上的价格高？ A 方器， B 圆器。抢答开始。好，一号抢答到了，元气，我选 B。 元气，您觉得元气的价格会更高？对。好，我想请教一下二号，他的答案你觉得是方气还是元气？方气。你觉得是方气，为什么？一方十元。三号你觉得呢？我觉得是方气。嗯，因为方气它工艺上会更复杂，因为它还有拼接，并且拼接整个的工艺呢它比那个就是那个元气啊会更难一些，需要有更多的技巧。一号这时候觉得你有底气吗？你回答对还是他们都错了？底气有点不足了。有点不足了，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你的回答是不是正确的？看一下正确答案。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要扣去一分了。杨老师，刚才他们讲解的这个方器其实在技艺上更多的考究，对吗？对，刚才那个咱们二号不是已经讲了吗？一方顶十元。它什么原因啊？就是那个叫香气嘛，它得做成片儿，然后再给它镶在一块儿，所以本身啊，就是
难度相当大，而且在古代呢，你别说在古代了啊，就是到了现代，如果要是做瓷器，要是做成这个见棱见角的方的啊，这个不到一定的这个季节烧不成，你必须得在这个八九十这三个月，然后你要是到春节的时候，你到景德镇，你说你给我做这个，我给你加钱，你给我做这个方器，谁也做不出来，因为这个瓷器啊，它跟这个烘干的程度，就是说你机械烘干跟自然风干永远不一样，必须得自然风干，然后它烧出来才不会开裂。所以你看他原来这个做瓷器的原来有这么几句话嘛，就是做正月闲二月，不慌不忙到三月，四五六月无人问，七死八活九还魂，十月里头忙一忙，十一十二冷清清，就准备过年了。这所以它跟季节有关系，而且季节有关系，再加上它的难度，本身就增加了它的成本。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来看第二组宝物。本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一只明代前书旅款铜炉，器型饱满，台体厚实，周身以红铜制作，色彩浓艳，纹饰线条生动流畅，富有活力。底部款制前书旅，透出文人雅士的书卷气。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一只辽金时期的铜镜，形制为圆形，镜面斑驳，彰显年代感，中央的荷花纹饰为契丹族的民族图案风格，典雅典丽，并刻有两个万字，铜镜边侧也有刻字。那么两件年代不同的铜制品，一只明代秦书旅款铜炉，一只辽金时期的铜镜，哪一件宝主的描述和事实相符呢？我们有请两位宝主，有请。好，我们有请宝主宣星和刘奇云，欢迎二位。大家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亲朋好友你们好。还要跟亲朋好友问声好啊。那我们就先从您开始吧，您说说这件宝物的来历吧。这件宝物在我这个几个朋友圈里呢偶尔捡到的。他是一个朋友呢往这个朋友圈发这个东西，我当时就认定他是辽金时候的，跟他进一步沟通之后花800块钱买下了。800哪年呀？有六七年了吧。六七年前。对，现在古玩市场都从线下到线上进行买卖了，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更加是考眼力了。您就光看图片就确定了，你连实物都没看到吗？当时他发的视频完了之后，我跟他说，我说你画一下照的相片。反正画过来之后，只要相片可以放大，视频不可以放大，就一放大以后我确定他是老。就光凭着照片以及视频，没有见着实物的情况之下，您就确定买了。对。好，那么这枚号称是辽金的铜镜，到底是不是描述符合事实呢？好，再请教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薛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件宝物。我这件铜炉是和一个朋友跟我换的。我按照古代人的说法，宣德炉温火热之，灿烂善变。最后我给它加热了，用开水给它加的热。您用开水直接倒进去了？就里边铺上塑料布。然后把开水倒到这个炉膛内。最后它灿烂善变了。这口说无凭，我知道您还录了一段视频，对吧？对了，我录了一段视频，提交到节目组了。好，我们薛先生特别的细心，把当时录的这个视频也带到我们的现场了，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但当时给这个炉加热是什么样一个场景？看一下。按照古代人所说的那种说法，宣德炉温火热之，灿烂三遍。你看这种喜欢的光彩，通过开水给它加温，真的把它给烫出来了，太神奇，太漂亮。真正是出神入化，美轮美奂。太神奇，太漂亮了，这是当时您的这个感叹吧？真的，真的让人心旷神怡的。
您一天烫它几回啊？我那得有的时候烫它五六次。一天烫它五六次呢？每一次一小时换一次开水。哇，您觉得它现在价格值多少？那你说这个一个鸳青花的残器，专家还给估1100万。嗯，我这是真正宣德年间亲属铝款的，宣德炉，怎样也得值1000万吧，就起码是1000万。对，两件都是铜器，我们的三号一直在摇头，您的摇头是对哪位宝主的说法持的一个不同的态度呢？三号，那大家知道这个铜炉，特别宣德炉啊，是文人在这个书房的一个文案上特别雅的一个东西。你如果对照它这个图案来看，什么龙凤呈祥啊，这个图案一看，这个从制式上我觉得就不对。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如果大家去逛这个古玩市场哈，三个铜炉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个是叫这个秦书铝款的，对吧？这个伪造的量这个特别大，真正的明代的到代的其实特别少。所以您刚才一直在摇头。对。好，来请教一下四号。这个宝主说是宣德炉啊，那我觉得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铜质，它这个铜的材质啊，我个人认为它不对啊，因为这个宣德炉它有特殊自己那个时期的那个铜质，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叫封膜铜是吧，然后这个材质我觉得跟那个完全不符合。但是你没见过真正的封膜铜。哦，你没见过封膜铜。见过。只有封膜铜你给它加热的情况下它才会灿烂善变。嗯，你要说后仿的炉子你给它烧烂喽，它也不会有这样的，它也不会有这种光彩。哦，你放心。好，有哪位夺宝人是赞同我们薛先生意见的，有吗？没有啊。他们都不懂。他们不懂。哎，好，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来做出一个真实的选择吧，请作答。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哎，有一位来自于二号夺宝人，他的选择。好，谢谢。嗯，就你是明眼人。对，我看他那个情绪激动，我就支持一下他。嗯，您是先看了50分投给这个宝物，50分是因为薛先生这股热情和热爱。对。哦，好。那么这两件宝物当中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到底是哪件呢？我代表本栏目的专家老师杨宝杰杨老师为大家揭晓答案。它是两件当中只有一件描述符合事实，它是来自于辽金时期的铜镜，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恭喜你们各自加上一枚送天喜通宝，恭喜。二号是因为热情和热爱被打动了，但是呢，问题出在哪儿呢？来，杨宝杰，杨老师。我觉得刚才3号和4号评得很专业，啊，因为宣德炉呢，是就是吴邦佐监制的嘛，铜是选用的就是精炼铜。啊，一般的就是铜加锡加锌，它精炼多少回吧。一般的铜纸不是这颜色，是发黄那种颜色。这个颜色呢，一看就是紫铜的颜色，啊，而且它这个做法上面就说这个肚子比较大，两边是双鱼耳，上面这是雕了一个变形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葵凤嘛那种，啊，这个做的形式呢，一看就不是传统的那个宣德炉的形式，包括它，你看它这个就是加工痕迹呢。而它这个珍珠地儿比较平均，要是手工做的话，珍珠地儿打珍珠地儿的时候，它有的就珍珠地儿啊，它前面打后面的，就打那珍珠地儿的时候，它拿那个就是工具打的时候，机器加工的一般就是比较均匀的啊，所以它这个东西呢，确实跟老的就是那种不太一样。这个风格呢，我都觉得不像中国的风格，因为这种大肚子这样特别像日本的那种形。哦，不是国内的。对。像日本的降炉，日本人好做这样的风格。嗯，那这个时期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几十年东西，不是特别老。嗯，好，谢谢。至于说，就是说，加工加热，泛这光芒，这个我没加热过，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景德镇瓷器，也是
没加它是黑色的，那个泡茶的，泡完茶之后那个龙就变成红色的，也有那样，它有这种变化。有，我们家的茶杯就是这样的，是吧？对，加热之后一喝茶，那个下面那个底色就变成红，变成红色了，对，是吧？有这样的，特殊工艺，嗯，谢谢您了啊，谢谢薛先生您。好，我们台下休息，好，谢谢。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宝宝这种喜爱和喜欢，其实不管他真假了，热情非常高，而且热情很重要。好，那么这件辽金铜器是我们刘先生花了几百元买的，当时花800，当时我相中的就人呢，他这个铜镜上有10来个字，哦，啊，上面字呢，我就是认识那个官字，其他都不认识，不认识，对，也属于是捡漏。自己是捡个漏了，那这个漏是不是捡大漏还是小漏呢？一号请教一下。我感觉呢，它这个价值最多就是20000块钱。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铜镜它玩的是一个尺寸，就是越大的越贵，尺寸差异。铜镜就是分20公分以上或者特别小的，那价位高。小的，要不然就越大，要不然就越小，就是1-2公分那样最好。我接一号的说吧。我觉得他刚才说的呢，需要补充一下，就是铜镜的价值高低，我觉着有几个因素啊，年代，然后尺寸，还有呢这个板别，就是它上面的纹饰是否清晰。他们玩铜镜呢，一说就是头道模、二道模，是吧？就是上面的纹路是否清晰，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保存状态。啊，这个坑口也好啊，还是说是它的这个锈色也好，这些都是很多参考因素的，有很多讲究啊，不是说越大就越贵，越小又越便宜，它尺寸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像这个先生刚才也说了，有的小的镜子反而价格很高，对吧？所以说不能单纯从这个尺寸去决定它的价格。如果按您说的这个三方面，您觉得这枚辽金铜镜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18000块钱吧。那请各位我们夺宝人做出最终的选择，到底这件辽金的铜镜在你们心目当中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请作答。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了什么样的价格呢？看一下，28000元、68000元、38000元、6000元、11万和10000元。好，那么这件辽金铜镜到底价格多少呢？根据本栏目合作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给出的价格是1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六号，价格非常的准确，恭喜六号加上一枚送天喜通宝。您看四号，刚才你给的10000就对了，自己为什么还打个折扣呢？杨宝杰杨老师，我觉得刚才四号说的这个铜镜的价格价值啊，非常专业。嗯，就说文字，汉代上面镜子竟是文字，这个青铜镜上的铭文和那个咱们说的就是那个青铜的，就是说鼎啊，或者是虚啦，或上面那个记载一个历史事件那个铭文不一样，那个上的铭文那个价值比较高，因为这种图案呢，在铜镜，就是辽金铜镜。也非常少见，啊，不是那么多，啊，所以这个呢，给个10000块钱的参考价格也是比较合理的。要在市场上买，可能是就像那个四号那个，可能6000-7000块钱也能买到。好，谢谢杨宝杰老师，谢谢您。好，接下来两道抢答题呢，都是和这两件宝物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看第一道题，都说这个铜炉的底款《情书缕》，其含义是什么呢？抢答开始。好，四号，选 B。选 B， 名款。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恭喜回答正确，为四号加上一枚送天喜通宝。现在把手继续放在抢答器上，我们还有一道抢答题和这个铜镜是有关系的，来看题。辽金时期很多铜镜的边侧都有刻字，那么这些字儿的含义是什么呢？抢答开始。好，五号抢到了，您的答案是 A。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很可惜，我们要扣去1分。我们请杨宝杰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金代的时候，一般的就是这个铜啊，受管控，所以它做铜镜也好，做什么也好，它上面刻的都是当地的政府机关，那儿等于是就是登记的这标志，这是没问题的。好，谢谢杨宝岩老师，谢谢。我们来看看场上的比分，目前的比分是实力相当的啊，三号、四号、六号各积两分，而一号、二号、五号是各积一分。接下来还有几道抢答题，不知道能不能够拉开距离。同样，我们来看第三组宝物。本件藏品，宝主认为它是近代书法家杨佐才的一幅七言联，联语取于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诗句：“诗妙尽从言外得，意微谁见画前真。”纵观联墨，书法遒劲，颇见功力。捕捉中又遇灵秀，字体圆润洒脱，雄浑挺俊。而这件藏品，宝主认为它出自现代画家穆林飞之手，取材于家喻户晓的天女散花的故事。画作展示天女飞花漫舞的动人姿态，眉眼恬静，飘扬飞舞的衣带增加了人物的动感，整体色彩淡雅，而几处红绿颜色的点缀又增加了一抹绚丽。那么，两幅风格迥异的书画作品，一幅充满阳刚之气的七言联，一幅曼妙飘逸的天女图，一真一假，到底哪一件宝主的描述和事实相符呢？在我们的台左侧的这个号称是杨佐才的行书七言联，在台右侧的号称是穆林飞的天花香云历轴，这两位有哪位夺宝人非常了解吗？没有的话，我们请金老师给我们做个介绍。这两位呢，都是现当代的人，都跟天津有关。杨佐才比较早，他是晚清生人，河北玉田人，曾经拜晚清的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学习书法，后来呢就到天津卖字。天津呢，因为是画士魁的天下，所以呢他的字除了有刘春霖的影子以外呢，又有画士魁的很多特色，所以呢在天津还是很吃香的一个书法家。穆林飞呢是烟台人，但是很早的时候呢就游学海上，上海，碰到了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二人，拜他们两个人为师，啊，当时他才十几岁，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这个儿徒，啊，等于这俩老师才三十多岁，啊，带着一个十几岁小孩儿，就是玩的意思，一块儿在他们家住，一块玩儿。所以呢可以说他尽得二张之技法，啊，这个人其实挺了不起的，早年就画得很好，啊，包括张大千的金碧山水，这个佛教人物，张善子的大老虎，还有张大千他们这个泼墨的花卉，他都掌握得很熟练，所有流传的作品都是张氏大风堂风格的，啊，就是完全宗法老师，啊，还是这种风格的，看来是大风堂的一位忠实弟子。好，谢谢金老师的介绍。我想大家可能之前不了解，这样经过金老师的介绍之后，对于二位的风格会有所一定的把握。来请教一下三号，这幅这个一个算一个佛教的一个佛像的一个天花香云图，香云图的，因为。它这个云彩啊，我看它没什么变化。猛的一看是没有变化，但是你仔细看的话，还是有变化，有浓淡，这个远近的区别的。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做出选择。您觉得杨佐才先生的行书七言联描述符合事实，请选择一；如果您觉得是穆林飞的天花香云图描述符合事实，请选择二，请作答。好，看看六位的选择是，哦，没有一位选择穆林飞先生的天花香云历轴，全部选择的是杨佐才先生的行书七言联。
我代表本栏目的专家金云昌金老师要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在这个环节，六位夺宝人都把票投给了杨左才先生的行书七言联，你们的回答和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枚送天喜通宝，恭喜金老师。看来您的这个背景介绍给大家非常好的指引了方向。不是，还是大家的眼力好，恭喜大家在书画鉴定方面都很有造诣啊。这个为什么说穆灵飞的这张天女散花是假的呢？实际上这张画啊，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这是大千的稿子啊，非常别致。一般我们看天女散花都是趴在云彩上散啊，这个是他立着，立着手持一朵红莲，一半儿一半儿的撕下这个莲瓣儿撒向人间，哎呀，非常有诗意。差在哪儿呢？就是差在特别省事儿，就是什么呢？他把这个该勾的线简化到了极点，色彩的晕染也是简化到了极点啊。其实呢，这个画这种画啊，这个设色是非常难的啊。刚才大家为什么争议这云彩说不好看啊？其实这云彩没有毛病，这从构图上来讲并没有毛病。毛病在哪儿呢？毛病就是在于它染得太简单了，所以后边的云彩跟前面的都一样，看不出前后的了，啊！如果你认真的染几十遍，还会是这样吗？就不会是这么单调呆板了，啊！包括人的面部也是这样，啊！像这种人的面部，如果按规矩来画，它是需要画多少层？底下先要有底色，再一层一层的上，最后这个脸庞就会显得很丰满圆润。这跟我们化妆差不多，差不多，得打好多层。对对，说这个女士化妆一画画三个小时，怎么回事？她画好多层的，她有层次的画出来才能好看。这个呢，说实在的，就是一张行活，啊，就是要快，要简单，要快出活。所以呢，她把一切简之又简，这个稿子没毛病。其他的都有毛病，这就是一张新画啊，很新的一张行活啊，当然不用说提款等等了。好，谢谢金老师，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考验大家的就是市场价格的判断了。杨左才先生的这幅字儿，目前市场价格究竟是在多少呢？请作答。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心理预估价格到底是多少，看一下。哦，最低的是二号给出的4180元，三号给出了8000元，一号给出了60000元。到底这件杨左才先生的七言行书联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本栏目合作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给出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加上一分，恭喜。来，有请金老师。这事儿是这样啊，这个杨左才啊，你查任何资料，都说他是末代状元刘春霖的书弟子，他跟他学写字的，这没问题。但是他本身并不是状元啊，啊，他也没考过科举啊，啊，他也没做过官啊，所以呢，他就是一个专业的书法家。或者说扁一点，说写字匠，啊。第二呢，他的传世作品呢相当多，到现在啊，到天津去还很容易找，啊，拍卖经常有他的作品。至于他的书法艺术呢，就是个一般，啊，就是个一般。但是呢，好赖是80-90年前的一位老先生了，对吧？也是下笔不俗的，所以呢，给个1万块钱，我觉得是合适的。好，谢谢金老师，谢谢。
所以杨所才先生写的这幅字呢，其实是王阳明先生的诗句。所以我们今天的接下来这道抢答题就和王阳明先生有关系。来听题。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龙场悟道是王阳明构建其心学体系的标志性事件。那么龙场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A 贵州， B 海南， C 湖南。抢答开始。好，三号夺宝人 A 贵州，看一下正确答案。好，确实回答正确，给三号加上一分，恭喜。几轮战报，六位夺宝人的分数分出了高低，接下来的抢答题分值提高到两分，那么赛场的格局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一锤定音，精彩继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接下来这道抢答题呢，答对获得两分，也就是说一号、二号、五号，如果你们能够回答正确的话会跻身第一，但是如果回答错误的话，你们就将会掉到第三阵营。很关键的一道抢答题，我们来看看题目。虎是百兽之王，其寓意呢积极向上，因此虎就成为了画家们钟爱的题材。那么下面这三位画家哪位因画虎而闻名？ A 董寿平， B 王雪涛， C 胡爽安。抢答开始。好，一号在这关键的时候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你的回答是选 C。 选 C 胡爽安，您确定知道这答案吗？我不知道。你是猜的？那为什么猜 C 呢？他长得老一点儿，长得老一点儿，所以是画虎能够老辣一点吗？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给一号加上两分，现在和三号、四号并列第一了。来，请金老师，他说的这个长得比较老，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啊。看来还真是有这个相随心生这个话，这个是不是长得这样有点像老虎啊？或者他老画老虎有点像老虎，啊，是这样。民国时期中国的第一画虎大师是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子，这是没有争议的。张善子收的徒弟，早期的刚才说的穆灵飞，啊，后来有一位。就是胡爽安，那么董寿平先生主要是画山水和花卉，王雪涛先生是画小写意花鸟，他们跟老虎都没有关系，我几乎没有看见他们画过虎。好，谢谢金老师，谢谢。好，现在我们场上的分数非常的微妙了，我们看到了一号、三号、四号各积四分，排在了第一，所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的一锤定音就将在一号、三号、四号夺宝人当中产生。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到底谁能够有三次抢答机会、两次抢答机会和一次抢答机会。那么一号、三号、四号请准备听题。来看抢答题。宋天喜通宝铸造于北宋的什么时期？ A 早期， B 中期， C 末期。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中期 C B。 中期 B，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吗？看看正确答案。恭喜一号在屡次抢答题当中都能回答正确，现在积五分，还有一道抢答题，看看到底谁能够胜出，请听题。宋天喜通宝是哪位皇帝的铸币？抢答开始。三号，C 宋仁宗赵祯，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看一下。
很可惜，抢到了，但是没有回答正确，我们要扣取一分。但是，所以您在最后一个环节获得的是一次抢答机会。我们再次恭喜一号、三号、四号这三位夺宝人进入到最终环节，一锤定音。一锤定音环节决战制作的藏品。最后一个环节了，我们现在场上看到的是这件号称是民国仿雍正年制墨彩加珐琅彩撇口瓶，这件瓶子目前市场价格究竟是在多少呢？我们请杨金荣杨老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大家有一个判断的依据。杨老师，这个珐琅彩瓷器啊，以康雍乾三朝为贵，现在一般这个外边拍卖的这个珐琅彩的价格都是上亿，就是从乾隆以后，珐琅彩就跟那个粉彩就融合到一块儿。到民国时候呢，专有一批这个艺人啊，甚至包括当时的珠山八友里边的名家，仿这个珐琅彩，而且仿的是特别像，惟妙惟肖。因为他们那时候绘画的技法就是也相当高超。所以民国的这个仿这珐琅彩里边的精品，价格都不菲。好，谢谢杨老师的介绍，谢谢。这件宝物的市场价格究竟是在多少呢？来，各位请出价。好，白廷豪第一次出价是85000。85000，低了，请继续出价。好，四号郭彤彤。128000。您的第一次出价是128000，这个价格依然低了，请继续出价。好，白天航第二次出价是200000。20000，这个价格低了。因为呢，一号呢有三次机会，四号呢有这个两次机会，所以呢我应该出价应该排在后边，请继续出价。10000。350000，我本来想出在480000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80000的这个价格呢，和这个，前两次出几次出价格呢差距太大，所以呢，我当时呢就估了这个350000。35000是徐毅的唯一次的出价，这个价格高了，请继续。好，白天豪最后一次的出价机会，350000是高了，30000的价格低了。其实这个差50000是一个很徘徊的事儿，我是估中间偏下还是中间偏上，这很纠结。这个328000，这是郭彤彤最后一次的出价，328000。到最后是越紧张，最后也是一咬牙啊，一跺脚，一锤定音了，328000。根据本栏目合作两家拍卖行和一家古玩城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32万2000元，所以恭喜四号郭彤彤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夺得本次比赛的最终大奖，恭喜您，恭喜！朋友，我们要请教一下杨金荣杨老师了。这是成交价，而且是目前市场行情不带景气的情况下的成交价，它应当是28万，28万加上15%的佣金。如果要是行情好的，像这样的画的这么精美的，应当比这价钱还得高，应当是翻番的价格。好，谢谢杨老师，谢谢。我们要请李英李大师为郭彤彤颁上今天的大奖，来，有请到台上来。好，有请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英李大师把这件奖品颁给郭彤彤，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吗？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这个一锤定音这个平台啊，然后让我得到了这个大师的这个作品。谢谢李英李大师，也谢谢郭彤彤，谢谢。好，谢谢两位，台下休息，谢谢。也今天非常谢谢场上三位专家老师的专业点评，谢谢三位。好，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更多精彩等待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